进步慢摸来到 B 栋，狗洞开枪勾引，瞬间被杀，蹲下卡半身，淡定爆头。此刻要注意菊花来人闪身爆头，不到 0.1 秒再爆头，可惜没有子弹快撤，并告知队友，以防对方翻盘再 B 门协助。闪身击打非常讲究细节。 三打一应该问题不大，但为了赢土匪非常克制，最终被二狗所杀。现在你所看到的是 Violence 对战 Virtus Pro， 主角是咱们的 Famas 教父单点大师 Zneel 兄弟，我苦啊！关注一下，顺便点个赞，再加个收藏呗，谢谢老铁。地图是 DOS 2，此时的阵型是3-2 B， 进不来到一门，闪身拉出多发爆头，不断的变换自己的位置，调到合适为止。 大师牢牢锁住一门，对方跳出空中爆头，近点来人狂狠甩枪击杀，这一局大师的精准点射打碎了对方超后路的美梦。大师果然是队伍的小金库，又给狗剩发把狙击。此时阵型仍然是默认上次。 小跳出中路，避免被狙杀。 准备进攻小道，先在中路徘徊，帮狗蛋扔出平台反弹O3，对方道具还击大师仍然不慌，先架枪瞄准最有可能要出现的地方。 进步摸上来，同时得到爆点 ，CT 广场人多，想抄菊花就要非常讲究细节，不能发出任何声音。狂扫混烟瞬间双杀，好家伙，子弹只有18。混烟中还有人先稳住，退到跳箱，闪身勾引对方还击甩枪爆头。这一局大师利用队友爆点与无声超后，成功截杀三人。 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3B2A， 快速来到平台，奔向小道，很快到近点，进步前行。二狗示意搭人梯上箱子，上面瞄 B 栋，下面架小道。 B 下洞有人不断的穿墙，突然爆闪，对方可能还击。大师扔出近点 O3，土匪的 O3 似乎免费连连不断，吃了一个满雷，但对大师来说这不是事。 残血不利于对枪角落避闪，赌对方不注意这个点，因为经过诸多道具，常人肯定避之不及土匪也是有恃无恐。现在是度秒如年，危险越来越近。闪身拉出一个两个没子弹换手枪，好在墙壁挡住子弹弹出，甩枪击杀。这一局利用对方麻痹的心理，大师残血三杀锁定胜局。 此时阵型还是2A3B， 快速来到平台，收拾 O4，以礼相待，瞬间扔出，土匪三人飞天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大来人，却被狗蛋瞬间双杀爆头。这一局大师的精准 O4 炸了对方的大半军力。此时阵型还是万年不变的2A3B。 来到一门架墙等待，先上广告台找到 Famas 制高点，对方在疯狂穿墙，二狗在旁还击，土匪似乎雷声大雨点小，并没锤门的迹象。 但大师凭着丰富经验，觉得对方必出。
二狗来到一坑略阵，突然来人一个森林发爆头，此刻小道来人需要补防，扔出平台三地毯式搜点，来到一波突然爆头，此时要小心菊花，果然有人三个三连发爆头，小道来人甩枪，可惜被爆头还好，狗剩补枪下期见。